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世昭聚焦》。呃，我们在谈论美国政治，这都是美国政治了。我们在谈论美国政治的时，候，人说不谈中国政治，呃，习近平就等当皇帝了。那六中全会会有的开的，就六中全会会有的看的。之前不好说了，我之前不好说了。但是因为六中全会，习近平所作所为，那会不会在之前、明天啊、后天啊发生什么？ 这保不齐啊！说实话，这保不齐。中国发生任何事情，都是中共真正崩溃的。就像当年苏联崩溃，要超过那个历史，但时间上是类似的。所以在此之前，除非那件事情发生，那个事情不发生，在中国的新闻当中没有新闻啊，没有新闻。你比如说，呃，在有关中共国试飞了一个飞行器。 我们报道了啊，那个报道，呃，用滑翔机系统，用滑翔机的这种概念，呃，可以载核弹头的，转了地球转一圈儿，那、呃、结果呢，它的误差只有大概不到三十米。有朋友还说，哎，涛哥你会算数吗？三十米还叫误差小？哎，你怎么那么笨呢？他带的是核武器嘞，他带的是核武器，不是脆口弹。 绕地球绕一圈儿，绕地球绕一圈儿多远？它误差差三十米有多远？哎，现在这人怎么这么一点概念都没有？没有防空概念。我小时候看过那个挖防空洞的时候，那那个中南海下都是空的，那个时候就给放说那个呃原子弹怎么辐射得有影响多少公里。<laughs> 所以。 那个消息呢？现在更多的美国媒体说那是假的。呃，福克斯新闻网的记者，呃，晚上一个 talk show，那个 talk show 已经成为美国最最受欢迎的 talk show，它是讽刺式的。那美国的那福克斯的卡尔松是这种实时事评论的顶级的，他们其实都否定了美国的，就是你啊、呃、英国的。 《金融时报》那篇报道，而我们在节目中已经率最先跟大家说，我说这东西不好说，恐怕是假的，因为英国的《金融时报》是被中南海控制着，不是英国在控制着。那个英国的《金融时报》的主编到底跟中共有多深的关系，可能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哦，真的连他自己都不清楚。呃，Newsmax 本身呢？ 今天也有一篇报道质疑那件事情的存在，他是恐吓，他是花了钱在英国《金融时报》登一篇恐吓的，不惧恐吓的可能来自于内部消息，就这么暴露。今天都是这个，所以我以为中国只有在习近平身上发生了什么，才会出现那这件事情会发生，有可能。 所以，这是因为我跟大家就说，朋友说，哎呀，没什么中国新闻，他就这个了，已经这样，他们在等死，在等灭，所以在灭的在等灭的那件事情的发生前的一个毫无意义的事情。那这一段呢，是川普，就是美国的新闻，你会看到在劫难中，美国将如何留下，其实是这个。而我现在跟大家探讨，就是说是美国自身的衰败。 美国自身的衰败，不是它表现上是政治的权力的斗争，而我眼睛里看到就是，你记住，美国战胜不了共产党。我跟大家解释是这一含义，啊，都是在报道新闻，概念不同。美国战胜不了共产党，美国自己在在在崩溃，而崩溃的过程手段，它展现出来的品质就跟共产党他孙子，他大了孙儿差不多，他幼稚。 就是采取的欺诈手段、欺骗手段太幼稚，都是光着屁股的，连屁帘都没穿。光着屁股，连屁帘都没穿。我刚才那期节目就光着屁股，连屁帘都没穿。呃，什么？达拉斯加州的，大概是一个共和党国会议员，有关使用竞选资金的问题上，在被调查的时候，啊、呃，他大概是做假假证了，然后就被发现了。 那这件事情他就有麻烦，好像是 FBI 调调查他，但这是个共和党的国会女议员，所以他有可能蹲监入狱。那这个消息是昨天出来的，结果呢，川普在看到这件事情上，刚才就提到一个问题，他说，其实有一半的美国国会都在编造、欺骗、在撒谎，一切都在起来，有一半的美国国会的。 他没说议员，他说美国一半美国国会都在这么干。在我看来，扎克伯格就是个犯罪，被允许花了五百亿美元，能够改变美国总统选举的进程，而他们什么都没发生，这难道不可怕吗？这是翻译的问题，呃，他应该是五亿，他意思应该讲的是五亿美元吧？五百万，就是五亿美元。 英文哪样写啊？五百个，五百百万就是五亿美元。他实际花是四点二亿嘛？这调查是四点二亿。所以，当川普这么引用的时候，从某种程度上，他接受那个调查报告。所以，他自己的他在痛斥跟嘲讽这个现实。那嘲讽今天美国的执法机构，因为这是执法机构去挑战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那。 当一个党派、党利用国家的资源、身份去打击另外一个政党的时候，这就是党国了。哈、啊，党在先，国在后。所以，这是当国家走入党国，变成党在先、国在后的时候，这是唯利是图。唯利是图才会这么过，结党营私，这是正常的。说，难道这不可怕吗？ 科米撒谎，西夫撒谎，希拉里撒谎，啊、呃，麦凯恩撒谎。那这里面他讲述的应该都是，呃，呃，Crook，希拉里撒谎。那这些讲述就是民主党跟民主党有关的，就说这些人都是与川普作对的人。科米调查通俄门的人，哈，呃，当时。 奥巴马政府留下来的特别调查员，那西夫是众议院的情报委员会的主席。呃，克鲁克·希拉里，那这个我没有，就就是不是那个，我不知道是不是他讲的，就是希希拉里·克林顿，应该不是他。麦凯布、彼得和丽莎这对恋人撒谎了。彼得和丽莎，Peter 跟 Lisa。 那他们都是撒谎者，那这些都是川普的对头，你就这么讲，都是川普的对头。呃，这里是川普的对头，就是说他们对川普都怀有刻骨的仇恨。其实是在这里，他们撒谎在俄罗斯的在俄罗斯的问题上，他们一而再再而三的撒谎，因为他们知道那是一个骗局，他只能靠撒谎维护骗局的存在，在。 乌克兰的问题上，他们撒谎，他们知道那是一个骗局，他是一个完全知道这是编出来，就是为了打击川普，为了对美国造成巨大的伤害的童童话故事。呃，他们，但他们什么都好像没有发生。那我们的国家没有了正义吗？没有了。所以，他借助发生这件事情。 川普表达了他的看法，那在美国政坛当中不会的，那些政客不会的。你什么时候见过美国的共和党人以这样的方式去痛斥今天的？很少。你什么时候见过在社交媒体当中，在正式媒体当中有这样的痛斥呢？没有，对吧？所以这是我我的说，我跟大家解释就是，这是美国衰败的标志。 美国没有能力去战胜共产党，他自己还来不及时，他自己还快马扬鞭的在衰败，所这就是现实了，这是很真实了。后面这今天后面这两个节目你看到都是美国的衰败，衰败都是从精神层面、道德层面、生命认知层面的衰败。撒谎是一个生命品质的认知的一种衰败。那我们刚才上期节目讲的那个。 那是在人的纵欲的角度的衰败，你大家要明白，这是一种纵欲的角度的衰败。这种纵欲把他们作为一种快，他们自己认为是一种快乐，是一份自由，是一份能力的体现，是美国当今制度的优越，是法律保护的根本所在。那不觉得可怕吗？ 我觉得正，你不用讲，说我这个人水平有多高，没有，你只要是一个正常的人，你是个正常的人，一个正常男女，一个正常夫妻，一个正常家庭，你就知道美国社会有多么的不正常，而这一份不正常，却跟今天更大范围的人们在崇尚不择手段获得自己目的时所形成的人的败落的。 生命的认知是带来的报应的结果，是整个人类自我带来报应的结果。你说，涛哥，你要这么说，又转到大审判去了，没错，现在就是大审判。感谢朋友们的支持。